哎，不是，你干嘛呢？吃饭呀，怎么了？不是，这一份是我的吧？你吃个啥呀？我知道呀，我想多试试种口味嘛。我这期大肉肠贼好吃，软嫩香甜，是那牛肉肠啊。不是，这份是我的，我吃过啊。对啊，我知道。那我们不就间接那个啥呀？今天啥嘛？就间接那个了吗？怎么了嘛？我一个女的都没介意你，你介意啥嘛？不，哎，我这初吻还在的，我要再吃这一份，那不就被你夺走了吗？爷，初吻还在，啊？你不相信我的秦始皇？你肯定不行。服务员你好，再帮我来一半啊。什么意思？这么嫌弃我是吗？哎呀，不是，那人的口中都是有菌群的，你知道吧？科学家说菌群交换多了，那两个人长得就越来越像，所以你没发现吗？那一家人都是看得出来的。这么神奇啊！啊，对呀，那你像我倒还好，那我要像你了，那我不完蛋了我。倒反天罡啊你！那我觉得那挺好呀，咱交换一下呗，看看会不会像一家人。啊，是什么意思？交换呀，交换菌群呀，看看嘛，你们那个啥。哎呀，这时间太久了，我还有一个办法更快。爸爸。你叫我一声爸爸，这样我们不就也是一家人了吗？